Real Eyes Can Carr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兵，欢迎收看小兵的全视线全视线快教学影片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手机空转。手机空转在全视线影片当中是一个非常迷幻的技巧，它可以让观众有一种晕眩的感觉。OK， 好，今天要教大家就是手机空转，它就是使用iPhone 里面的慢动作摄影，使用慢动作摄影之后，你们就自己对着镜子，然后做超转的动作，这样就可以达成手机空转的效果。但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边没有大镜子，所以我们先暂时用这个镜子，你就开启慢动作嘛，然后你对着镜子的你做超转的那个动作。那要切记，就是你的 iPhone 在抛转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是跟镜子平行，这样你才会达成就是慢动作的效果。那像我这个镜子比较小，所以如果万一我摔出镜子外的话，就看不到效果了。好，那我试试看这边可不可以做。好，假设我现在开始录影喽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们下面一定要有非常多的，你看像我下面是沙发。那当时我跟雨婷在H&M 拍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下面会铺一些就是我们要买的衣服或者外套，真的有买，真的有买，真的有买。就会有这种旋转的效果，然后你的 iPhone 也在里面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接下来就落地了，就是这种类似这种效果。再来呢，大家会想说，为什么会这么巧，就是连音乐也进到很精彩的那部分？但其实呢是使用后置的影片软体，然后让音乐跟影像堆在一起，然后再上传到 Musical.ly 或者是抖音。这样子你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本次的全视线快教学影片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发问，这些问题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教学当中为各位做解答。喜欢我教学的朋友，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“小兵全视线全视线快教学”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